普约汉斯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江叔。Hello， 各位小可爱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鱼豆。那个，我给大家讲解一下，解释一下啊，就是最近嘛，对吧？我建了一个迷你世界第一建筑啊，干在那边啊，是富丽堂皇的一个房子啊，弹簧，富丽堂皇的一个房子，大家说我那是厕所？那你那是厕所呀？其实有辱四的。其实我那个分配的不是特别好啊，你看这个厕所做的是不是？现在是男厕，这女厕这边好像还没做呢，是不是？你才厕所呢。这就是你暂时建好的房子是吗？我这么温馨的一个小屋，你居然说它是厕所啊？这么看，这么看，一会儿这块缝着窗户啊，从这边走，哎，男厕，哎，女厕，男左女右，看见没有？从这儿进来男厕所。这面进来是女厕所，中间就差一道杠，就是杠一缝上之后，这是单厕。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我家不欢迎你了，以后。来来来，你看看我这个，来。我知道了，江叔呢就是嫉妒我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谁建的房子最像厕所啊？不是，是最好看，都让江叔给我都说嘴瓢了。觉得我的房子好看呢，请扣一；觉得江叔那个好看的，请扣二。来，咱们到正门来瞅一瞅，仔细瞅瞅。哎呦我天哪！豪华版厕所。埃及法老建筑，埃及法老的厕所，特别棒啊啊，时尚啊！我刚才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、啊，每次进门之前、啊、头上都冒绿光。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。你看我这是啥？让你看一看。啥呀？死神镰刀你见过没？有啥用啊？执掌生杀大权的死神。再看这个，怎么样？好好好，好看好看，鼓掌耶，好棒耶。哦天哪，来，这个给你，来，这个大锤，来，从此之后接锤接锤，太金战锤，是不是？太金战锤打一下，需要六个太金呢，哦，能把人击飞。我看我这疼疼，疼疼，别打了，走吧。哪儿走啊？我去雨林呢、啊。又去雨林干嘛呀？你不去啊？那你在那边待着吧，我要去雨林了，我得做一件大事儿。你去雨林能做什么大事儿啊？我要做我的拐杖，还需要那个什么碎片。哦，你是要去弄那个呀？那我也去。果然呐，江叔现在去找星光粉尘了。我敢肯定，他连一个粉粒他都找不着啊！别等人家，你等半天，你先去吧，你先去吧。啊，那我走了啊，我就不管你了。你先去吧，啊、我等天黑了我再去。2 hours later， 天黑了，那咱们去看看江叔找的怎么样了。你是在哪儿找到的那个东西啊？树上吗？我告诉你了吗？是树上，哪棵树上？那哪棵树上？我告诉你，那我不是已经拿完了吗？我告诉你哪棵树上不也没有了吗？哦，雷电法杖。爆吗？没爆啊。哎呀，这视角太好了。那边空岛有我喜欢的桃树耶，啊，在那儿呢。但是这个现在这个东西，哎呀，鱼豆，嗯，这个上面的东西都是我的了。什么都是你的了？哪个上面？不知道吧？就是这个变色的。这怎么有点像那个白杨树的叶子呢？啊，你看见了？我看着呢。可恶，居然被你发现了！什么呀？可恶，被我发现了？什么鬼？既然江叔发现了，那我们也得快点踩。Later， 下面的这位少女，下面的这位少女，你可知我是？哎，等会儿，牛别死了，牛别死了！我给你拿锤来，牛别死了，牛别死了！
牛逼过正子。牛逼过正子，这是牛逼我可没有打你那个牛 啊。看那边树给烧的，看怎么样？烧它干嘛呀？试试威力，来，给你试试威力，来。给我啦！烧，我的也没给你，我试试威力。你试试这个，不是给我的吗？那块不是给你的，不是给你的。你说给我，试试威力，没说给你。好不容易做法杖，你试完没啊？没试完呢。没事。哦。哇，这个好好玩啊！那我这到处都是半棵树。2000 years later， 你给我留一丝人，那还有啥意义了？你给我呀，那上面还有果呢，全是你烧了。哎，它这个耐久掉的可慢了。你给我看看。给我。给你，你说小心眼的样儿吧，不要了，走了。哎。你来打我来了是不是？哎，没有，没打你，没打你，大锤，柳元子。